台下的朋友们，好妹妹乐队，啊，好张小厚，还有于正，欢迎你们，慢慢的听，慢慢听。哇，还有刘雅瑟，曾可妮妹妹，刘伟，还有于文。杨迪，杨的旁边肯定是谢大成，他声音还没好啊。还有宋雨琦，好可爱，贺群哥，吴克群，晨晨，魏晨。董宝石，啊，这么帅吗？袁成杰，啊，还有比心啊，还有这次认识的张磊，你好，哇，唱得真好。沈梦辰和杜海涛，还有魏哲鸣。哎，不一定都坐下，因为实在是下面就坐满了，只能坐到台上。今天好多朋友亮颖啊，还有这个在上面啊，还有雨琦的父母是不是也在坐在上面，对不对啊？宋哥，好多朋友就像开盲盒一样，好吗？这个环节我要跟大家开始创作一下，我们创作就是玩一玩。接下来开始，接下来我把麦克风递给吴克群先生，今天我肯定我是肯定不是大舌头，今天你开心吗？开心。爱你，谢
吃一吃给大家听。欢迎大家来到鸟巢这个花灯楼店。接下来你我谁想互动，我把我抬到你打我，咱们接下来余文文在未来有很多事情是想不到的，只需要你认真听就可以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在下面，你压力真上白马。